喺依家我嘅普石排名係香港嘅第一名，但喺香港咧，要做一個全職運動員咧，其實係需要有一啲成績啦。當我哋參加大型嘅比賽啦，例如一啲全國錦標賽、亞洲錦標賽，因為嗰啲比賽比較緊要，同埋亦都會影響到之後一年會唔會繼續可以做全職運動員，依點其實對我哋有少少壓力嘅。